就不错了，这才大片啊！不愧是整公司的，认识成本，帮咱们分发第二家。你当时我陪你是吧？哎，那你说，这才是我们女主角该有的范儿。快，你抓包了！此处镇龙司办案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你们在这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？先别动手，这位姐姐，你误会了。报告，我们是良民呢。老慧，别这么处置了，还不快过来一起解释一下？我们只是在这拍电影啊，不信你看，那是我们导演，还提着摄影机呢。拍摄办案现场更可疑了，走吧，跟我一起去旁边登记一下个人信息，登记完就赶紧离开。知道了。好的，都听你的，不许拍了。妈呀，吓死我了！拍个电影还险些被镇龙司的人抓走。我就说偷拍人家探员办案不是个好主意，别到时候电影没拍完，咱们剧组人都锒铛入狱啊！讲道理，要是我们的女主角小光每次拍摄都一条过，我还至于去追拍镇龙司的探员作为动作范例吗？哼，一回生二回熟嘛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老黑，跟我去对面的镇楼拍摄，镜头效果会更好。小光，刚才的动作教程都看完了吧？电影马上开拍，可别掉链子。等，再让我看一眼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女主角，迈开腿身高几步，找找感觉吧。哇，潇洒！这一跳堪比卧虎藏龙里主角跃上圣堂。哇，我求求你尊重一点物理规律吧。这么有难度的戏，居然不用替身就完成了。女主角真棒，好爽！女主角大胆向前冲，失败了，代表重拍。啊，我怎么觉得掉下去就没有重拍的机会了呢？到了，我为你精心设计的，把眼球动作喜欢点。女主角坚持，拍完这段就是结束镜头，记得奥特型。女主角，当心，前面有个快点跳！你不觉得这时候提醒已经太晚了吗？简直完美！小光，你就是九龙影坛的明日之星。哎呀，红了别忘了带着哥们儿。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，下次我还。我的脑瓜子嗡嗡的，周围的环境怎么大变样了？剧本里也没写这个桥段啊，这是哪里啊？导演，老辉，你们人呢？难不成这里就是导演当时科普的荣誉？荣誉是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完蛋了！当时高雪让女主光顾着兴奋，把导演的话当耳边风了。啊，想起来了，导演说过，荣誉中有名为浅南全区，浅的周围会出现蝴蝶，找到蝴蝶就能进入浅，特别危险。正好复习一下刚学的动作。远处怎么有一处诡异的宝塔？哼，简直是为我们电影量身打造的绝战舞台。腿抽筋了，好可疑的宝箱。怎么抓一下？这就是导演所说的茧吗？轻轻碰一下应该没事吧。谁在那？擅闯千秀会禁地者，格杀勿论。打人不打脸。哎呦，摔得我屁股疼。我看剧本里也没有设计这段动作戏啊。等会遇到导演一定要让他给我加工资。难受了，现在轮到本导演登场。开枪，明天这家伙就交给大导演就好了。女主角我下手欣赏。你好神呐、开机，开心
导演，你骗人！你不是说用浅的地方最安全吗？怎么我一进来就有人喊打喊杀的？哎呦喂，是挺古怪的，该不会是导演你故意设计的桥段吧？那自然，你们放心，一切都还在本导演的掌握之中。不过发生了刚才的事，可见这座龙域确实颇有危险。接下来的行动，等等，先暂停一下，导演，你能再给我科普一下龙域的设定吗？小光啊，做演员呢最忌讳临时抱佛脚了。这次情况特殊，下不为例。九龙街区内存在着名为龙的特殊力量，龙之力以咒为形，觉醒了龙咒之力的人便是龙印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导演、老灰和我，咱们三个都是龙印。龙域呢，就是龙咒之力形成的特殊领域。龙域内的景象通常都会反映龙域之主人的个性，因此龙域总是光怪陆离、包罗万象，危险与机遇并存。哇，看起来这座龙域的主神是个不好惹的家伙呢。不像小光我，我要是有龙域，里面一定塞满了钱。总而言之，接下来的拍摄行程会比之前更有难度，就让本导演亲自上场给小光做个示范吧。相信有本导演的加盟演出，到时候成片一定会惊艳九龙影坛。大导演，还是先祈祷能顺利拍完吧。谢谢观看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